听听好声音，好声音就是要听听。五够赞！今天我们结束节目，主持人已经换了。对呀、啊。换谁？我啊。好，那你开始说了。超尴尬。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，要为万人，要为万人恳求吗？然后呢？祷告、代求、祝谢。要为什么？耶稣、万人。祷告、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，什么意思？yeah. 主题是什么？今天主题是什么？黑夜神的光。黑夜神的光，什么是黑夜神的光？在黑夜有神的光。好，谁怕黑暗？谁？谁最怕黑？当然是丁和宇哦。丁和宇，其实丁和宇 最怕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那为什么？丁和宇太怕黑啊。为什么丁和宇？我知道为什么他超怕黑，因为他那个不敢玩云霄飞车，哎，不是摇彩的云霄飞车，因为那里面黑黑的。好，那里面黑黑的，所以他怕黑，对。所以这边说呢，在黑夜里面神的光好。那其实我们人生当中遇到许多的困难，遇到黑暗的时候呢，只要你祷告，好，那神就会来照亮着我们前面的路。耶稣会很在乎我们的一切，我都不用照，我都可以看到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、啊。但是你很胆小啊！你每次只要那个要玩去玩那个很刺激的那个游戏，你都不跟你妈一起玩，对不对？什么、啊？很多啊，去游乐园玩啊，像那个比较刺激、比较恐怖的，他都不敢跟他妈一起玩。哦，那个就是那个。可以靠近说。就是那个旋转，然后飞起来的那个。旋转飞起来，什么都买一样啊，他都不敢玩啊，然后找我陪他玩了、啊，对，然后他妈就不陪他玩，对不对？啊。所以谁最胆小？丁宇、啊。到底是谁？妈妈。妈妈胆小，对不对？那谁最喜欢爸爸？每次都跟爸爸一起玩。没有人。对。谁？少来。明明就是你们最想要跟我，因为我可以保护你们，所以就像是耶稣一样，随时随地都会保护你们。这样了解了没？阿天五条盖不好，所以呢，黑夜神的光号，我们这时候要仔细看哦。好，不用这个，一定要好好去看看神带领你走前面的路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来喽。给主持人讲。给主持人讲。好，主持人请说。最近发生过什么尴尬的事？好，最近发生什么？我知道，我先讲一下。今天我们现在预录嘛，我们是现在是礼拜礼拜二的晚上。刚才呢，在预录之前呢，丁恩宇把一盘一大盒的那个西瓜呢，全部掉在地上了，超尴尬哦。好。那丁恩宇说一下，最近发生什么尴尬的事情？哦，超尴尬哦。还有吗？很尴尬哦。那所以呢？那你说我才把它收回去。好，你说啊。被爸妈尿。不是，以前有一次那个妈妈说一个地方，然后害爸爸去到那个地方。好尴尬的哦！你知道那个我们上去韩国吗？不是，哪里？以前大概我中班的时候，去一个地方，然后去一个地方，那个什么叫尴尬？然后去做一个去错地方，去错哪里？不知道。好，小朋友就这样子讲话搞不清楚，对。那丁和宇呢？你有什么尴尬的事情？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的事情。好难哦，有那么难吗？不敢说的，因为这是个人隐私。你有隐私可言哦？有啊。是哦，好笑咯。他最尴尬的事情就是每次作业都没写好，然后呢在那边哭哭闹闹，他明天一堆考试。对不对？最好啊，最好的意思就是了哦。谢谢大家，我们3月22号的疯狂说恩在这边告个段落喽。